把你该收的进去先收掉，然后到时候从坡开始就一次把你的录影板录影板老布不来啊，老布不来，你们出差了吗？那就是要来用高级餐厅。我先骂你，你混蛋！然后你进了，他就骂完之后就说就妈妈就把水泼。老师张总，就算张总这样，对，我看一下。哎，对对对，我后面泼的话你就直接随便泼，怎么泼都行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走再回来，还有一杯红酒再泼他。反正水他你泼我，这杯红酒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我想开了玩泄愤一下，力道给出来。我力道给出来，说给出来。都可以倒烟了 ，OK 了，要不用带我了 ，OK 了 ，OK 了。